家好，我是 CHU， 现在我人在松山车站的前面。我今天呢要去参加一个活动啦，就是三元酒配他们邀请我去饶河街一起拍影片，然后吃遍他们的美食。现在非常非常的紧张，第一次被那种百万 YouTuber 邀请拍片，真的是非常的不知所措。我从昨天晚上就是完全睡不着啊，很烦很烦很焦虑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总是要踏出这一步的。但是我相信只要跨过了，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没有这么的可怕。我现在在这边等我的片师，他好像有点小迟到，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压线抵达，好不好？至于今天呢，是以他们频道影片为主，大家可以点这边看。啊，我这支影片呢是稍微记录一下一种花絮的感觉吧。除了三元酒配以外呢，还有四位创作者。OK， 初次见面，大家好，我是 CHU 啦，我还自己特制了一个牌子，希望大家记得我。那我们就待会见啦。呼，来来，三三一鞠躬，是不是？很好很好。呼呼，我终于等到狄先生来了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在那边五号的出口集合，好兴奋哦！好，我们待会就走吧。好多人哦！好，先介绍三元酒配。你好，金豆豆，金豆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一直加油。就是今天等一下要带的东西，谢谢，稍微带一下。那好，因为三元他们在录开头，所以我就去跟其他创作者聊个天这样子。然后我今天有准备一些东西，没有，就帽子而已啊。你好，韩国男生。哦，你好，就你韩国男生 Easy，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。可以，就是我今天有一个困扰，就是我不知道我要不要戴帽子，戴帽子好看还是不要戴好看？多好看啊，多好看啊！这个人不 OK， 关枪关枪。韩寒你好，嗨，我有个烦恼可以问你一下，为什么吃不胖吗？不是，明明很会吃，但是身材还不错，怎么消化？就吃完出来。羡慕。今天有个问题想问，就是我不知道我到底是要这样子好，还是我要戴帽子比较好看？你觉得哪个比较好看？好，那我就戴帽子，谢谢你。戴帽子可以衬托你这个。哦，真的吗？谢谢。接着呢，在我旁边是今天会跟我一对的好好，超壮，谢谢。那么会吃还这么壮，就是吃太多，然后肉都长到我的肉上面去了。你觉得我今天戴帽子好看，还是不要戴？我觉得都很好看，但是如果要二选一的话，我觉得戴帽子会比较好看。OK， 谢谢，解决了我一个烦恼。顾客你好，你好。我今天有个问题想问你，就是我在想我要戴帽子还是不要戴帽子？都好看呢，耶。二折一，那我就戴帽子。戴帽子 ，OK， 大家都说戴帽子好看，耶，谢谢。今天的进化系要来玩挑战自夸绕河野区。第一站烫死我了，然后三元剑10秒给他吃下去，超可怕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才吃第一样东西，才在这个门口，外面就围了一大堆人。不愧是三元酒配，他们的魅力无挡。你们真的会吃吗？我会。哦，会。哦，一点点吗？还可以。真的？好了，走一点。好，我们要加油。OK， 那快吃吧。好，走。好。
叫胡世平啊，要不要跟你交换？好难懂。俊雅，我跟你交换。然后剩下就给他们吃，然后刚刚喝完这个豆花茶，我差点吐出来。那你觉得现在最好吃的是哪一个？应该是起司马铃薯吧，因为我本身就是起司控啊，所以它应该是我可以接受的。然后这一趟旅程啊，其实可以吃到很多不一样的食物，我觉得很屌。就是平常我自己不会去吃的店，然后今天都会吃到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继续闯关下去。哎。现在已经破了23家，我觉得我们队太厉害了，多亏俊奖跟好好了。我今天比较弱一点，我今天就是帮他们加油加油就好了。总共吃了31间，31间。我们分3组啊，然后我们是变态组，然后我们第一个先到入口，所以我们就要在这边稍微等一下其他的组别。我们超厉害的，而且都吃完，我觉得超屌。谢谢今天三元酒配邀请我来拍片，谢谢谢谢参加，谢谢。好，哎。有个小小的请求，可不可以抱一下？哦，可以吗？这么严格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他的字也不行吧？啊，也比较严格。对对对，他的话很快 ，OK OK 了。哇哦！谢谢谢谢张扎，谢谢谢谢，有点害羞。那大家我们八八六。谢谢张扎，谢谢谢谢。